哎，接通了。来，戴上去，让我继续吃。喂，裴德烈王子吗？你好，我是艾阿凯，做雅拉广告的。对，您一定会喜欢我们的戏《公主与水电工》，比之前的更精彩了。您甚至会觉得比《圣诞之星》还精彩。是的，歌曲更好听，还有场景更壮观，而且所有的服装上面都会有灯泡哦。是啊，这是前所未有的尝试，很了不起的。是的，王子，我了解。好的，王子，再见。他说什么？他说，除非我们有圣诞之星，否则不会来看戏。我们有圣诞之星，我们怎么可能会有圣诞之星嘛？只有一个哎。对啊。而且在教堂。对啊。既然只有一个，又在教堂，我们怎么会有圣诞之星呢？嘿，成了！哎，怎么回事啊？老莫，谢谢你帮忙妇女节食联盟参会。不客气，说是节食，但是他们可真会吃啊！我们知道就好。哎，对了，你把圣诞之星放进柜子里了吗？是的，牧师。不过我担心放在外面一晚会出事情啊，因为这个城市里有很多坏蛋都想得到这颗星星啊。老莫，要相信你的同胞，更何况他们得先过你这关才行啊。这个你是1851年世界搏击冠军呢。哎呀，没有，是季军了。阿莫终结者。哎呀，不过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，很久很久了。我们今晚就把教堂锁好，以防万一。晚安，阿莫。晚安，牧师。阿米，你在哪里？天啊，你在做什么？我在祷告，部落主阿莫终结者的魔掌啊。你别闹了，如果不拿到那个星星的话，我们的戏剧生涯就完蛋了。哦，一定是这个了。我还是觉得我们不应该偷星星才对。不不不不不，我们不是偷星星，我们只是借用一下而已，等我们一开眼马上就会还给教堂的。真的吗？当然啦，更何况我们不是为了自己，而是为了全伦敦呢。伦敦？对呀，伦敦需要我们借这个星星，他们根本是求我们来借这个星星的。我没听到啊。这只是个比喻，相信我，这么做是绝对没错的。哇哦，你看看他，看起来像乌龟耶。从那个角度看是有一点点像啦，不过在以前，一定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星星。看起来像乌龟。听好了，阿米，我不管他是不是像公鸡骑脚踏车，这是王子要看的，我们就要拿这个给他看。好了，拿起来吧，我们赶快走，别把那个老家伙吵醒了。好。阿米，你有没有听到啊？什么也没听到啊。是谁在外面？完蛋了，快跑啊。站住，你们在干什么？星星，可恶，这下子我生气了。